来帮你量体温。来，大家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快乐！红色耶诞服应该是圣诞节庆平安喜乐的象征，却被这对情侣刻意用来制造假象，在银行门口发送礼物，降低银行行员及保全的警戒心，突然拿枪抢劫，短时间内抢走20万元，宛如电影《终极杀阵三》圣诞老人抢银行的戏码真实上演。所幸这只是新北市土城分局办理拦截围捕的实景演练。我们银行业者来说，尤其到年度的一个时节啊，有在现金流的部分可能会增加，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对同仁对防抢的意识有加强，然后也可以让警察对我们这边的一个帮助协助性会更大。请办案，阿翔阿老小看卖啦，走啊！圣诞节到了，也代表年关将近，金融机构、银楼等资金汇集处容易成为歹徒觊觎的目标。土城警方表示，优势警力随时准备好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施拦截围捕，就像是实景演练当中以火术的力量，警网层层包围，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警方除了加强金融机构巡守，亦协助各金融机构举行员工自卫编组演练，让行员保持警觉性，遇事不慌张，保持冷静，通报警察机关。土城警分局表示，民众如有提领大笔现金的需求，可拨打110专线或是辖区派出所的电话，由警方提供互抄服务，避免留给歹徒下手的机会，也能够保障人身安全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